碰在一起，结果就打进宙斯赛被人家攻六分，所以这个宙斯赛虽然摆两个人上，名就是派吕彦青，哇，结果从球速，就这个球也是让打者挥棒落空，哇，一四。这个球是挥空，但是还是有王一磊跑的一个机会，捕手王一磊传，我看起来是变速球，这变速球也很犀利，头痛问题还蛮多的，一方面哦，难怪可以盖球场，好棒，这个学校听起来蛮神往的。是一出局一磊有人，新社高中呢担任先发投手的工作，在一开始呢就先来一个三振开场，攻防战呢，事实上如果有机会啊，大家看一些指定打击许传生，这个球握。